大家好，我就是人家讲的宝岛叫卖哥，人家说什么都能卖才能叫做哥，哈哈。人讲叶问一个可以打十个，今天我要让你哦，一个人可以买十个叶问限定的公益竞拍会，哈哈，超多的官方限量周边商品，像这个正港的永春木人桩，让你登去厝内底哦，嘿嘿，心情若歹的时阵哦，唔通去拍波镜，哟，木人桩让你哦，一直拍。一直拍到手震起来为止，还有这个限量的叶问公仔，不用去香港哦，就可以让你一次入手。然后这个拍卖所得还会全部哦捐出来做公益，给这个乐公益哦。1月28号星期四傍晚6点半，详细的时间地点哦，麻烦请你们留意一下叶问山官方粉丝页，我们不见不散。票房狂扫4天破亿，口碑沸腾，影史最强功夫代表作《叶问三》。